现实的摄影机。来扶一下，哎呦喂，哎，来扶一把，哎呦，老妹妹，来，我腰好，腿不好吧？腿也好是吧？来，哎，收门票，收门票。年轻时候是售票员是吧？对，年轻的时候干过售票。来，快请坐。哎呦，又是这个熟悉的场景，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坐这辆车，我年轻的时候啊，还有人找我录节目。录那个憋住不许笑。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快的回到自己年轻的时光，所以接下来我准备了两个游戏。在前往老人院的 No 哈哈巴士上，四位搞笑刺客将面临两轮考验，以获得笑脸数量多少为评判标准。每轮考验结束后，三位冷面人将自己手中的笑脸作为奖励贴在表现最好的搞笑刺客身上，最后根据嘉宾身上笑脸数量的多少依次选择获得寻找解药的线索卡。话不多说了，赶快玩开第一个游戏吧。好，我来说你来猜。好，念出来。哎，这中华曲库。嗯，我来念。你先来念。我念。你得不能瞎念啊。来了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我不可能再回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我只能一直往前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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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不会的话，就给我贴笑脸。你们仨不会的话。你说说答案是啥？好，正确答案是四面楚歌。老奶奶，你听过吗？不是中华曲库。有点印象。奶奶年纪大了，就是有时候就记忆力不好。啊，这个你这个大家肯定听过。啊五个来，祝酒歌吧。你再猜对首。你是不是偷看了？没有，绝对没看见。下一位要挑战的是谁？我来吧。好，来。哎呀，打个老师，你不知道。打个一把手机打。一打催人了，我的心想了已经飞走了。爱情鸟，我的青春一去不回来。他是有一句歌词跟在里面重了，就听懂最后一句。你前面说了些什么？那我用普通话再念一遍吧。杀猪刀，这歌叫杀猪刀吗？你咋知道叫杀猪刀？怎么唱？怎么唱啊？我瞧见了。打个老师，我不知道。打个一把手。杀猪刀。眼睛大呀，没白长。四个来。五个来。祝酒歌吧。哎呀，我读一个。啊，有请李大爷。好，哎。
不用挡那歌名。我是刚才透亮的那个啊。你看这李大爷都有心机，把歌名都挡，怕后边透上。听着啊，咕咕咕，咕咕咕咕。你不下蛋吗？咕咕咕。咕咕咕咕。有别的字吗？咕。全都是。是这个吗？叽叽叽叽，贝贝，叽叽，叽叽叽叽，贝贝贝贝贝，叽叽叽叽，贝贝贝贝贝。反正前面歌名是什么？叽叽叽，确定吗？叽叽叽叽，对。但它这个咕是个什么鬼？咕咕咕咕咕。哎，不对，等一等，有点像那个王蓉的那个什么小鸡啊。啊，对对对对对，叫什么？王蓉的叫什么？小鸡。李大爷，答案对吗？对，小鸡小鸡。咱们这个游戏是每轮限时十分钟了，刚才用了9分58秒。那这么着吧，在他们这个给出笑脸之前，你们几个也拉拉票什么的呀？拉拉票可以上手吗？可以呀。这头发没卷好，嘿嘿。专业烫发20年，您知道这头发最重要的是什么吗？吹，还得喷点发胶。好好好，可以哈，贴哈贴哈。咱们拉票环节到此结束啊啊，来吧，三位冷面人，接下来是你们行使权力的时间，将自己手中的笑脸贴到自己认为表现好的大爷大妈身上，来开始。别客气了，哎，这个，哎，别客气了，哎，嘿嘿，哎呀，给了李大爷，嘿嘿嘿，谢谢，有一个了，行，有一个了，有一个。呀，你看看，哎，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啊！估计是该给我了。哎呀，阿姨你好美啊，阿姨。好美啊，阿姨。哎呀，对，你要不烫他这头。哎呀，哎呀，那我咋没有呢？